却被机枪无解气，面对不速之客，阮有做不愿为难。上人交出，否则休怪我不留情。你找错人了，尽速离去。坐地老幼母去，也想告别吗？人不在此，都言无益，就交出英河。一人在你另外半心之处，你算是怎样？一无表情，我就将枪凶起你，此次兵凶奉给你，不是发现你骗我，事故不准。你的起风波，不宁静清明。真心想你，为何心想？你有我就有，我有你就有，几分差别？你是佛，你是唯一无明，有佛即是佛。你明无魔，何生魔？不过执念太重，无心无心。其实我这是心胸影响你的那个人，令你的心将未动摇。你无心伟大，我明白。为人之言，以国情国义。伊是这种人吗？伊不是这种人，伊只是这种人。所谓含义深浅，这回不见你不得。你评论无参考，你答是吗？那村民又是如何说？太低，所以我家的亲夫家，所以你评论最不必要。那是，这高丽结真久，我主动点修。总是不变的颠倒，你是何时想不出味道？现在有什么想讲？我不为苦水，好。那只是你的面容，我感觉陌生。我只因为。究竟是丢是错？为何我始终不能顾及你真相？夜无滴水，月亮如水。刚才那人。竟然一眼看出我鲜花香粉是了目测，此地古有些细木器，我的银河便是在此了。听明白，银河，我带来令你满意之礼。我不需要，那可未必，一定需要这项礼物。收下吧，我就无客气了。今天我突然不受控制，金钉，张牙舞爪，究竟是梦是现实？要吃米粥，清醒米粥糊涂。在哪里？为何不管回来？不是你回答，并非错误代表什么，是你告诉他之意义。你又要离开了吗？都以为何必要问？那你什么时候会回来？我想
我就会回来。这里我最好了。那是什么？一盏水。如果我希望你较早回来，只要将它挂起来，你就会。那是过往的记忆，我不记得了。要提醒我吗？我希望你别看我，永福，你知道我土亚人，用土亚母，你是何种身份？需要我为你提醒吗？你又为何将我夺回？心中不容我。正属主要阴阳香炉川再现肃杀之势。永和，你的行走杀害东坡之首，我十分的震怒，速速随我回归，将王清罪。什么时阵又提起了王？跟那个永和是什么关系？以为漂移不出就可以吗？停军！再不出现，死守一口。江东归人路，即将采取极端手段，一声令下，又又要起来吞出。妖精青年，只剩一句话，大宅实在真无意思，要我规工搞这个花香，什么事情拢无。一切小石头又会变成黄金，盖到万佛寺。好久不见了。哟，大白鹿连打招呼拢不愿意。万佛寺，我是你，不是？哼，我这头自损死了，妖魔鬼怪准备投胎吧。